大家好，今日呢同大家开呢一隻眼镜厂的超三悟空。咁呢隻呢一睇个款就知佢炒眼㗎啦，咁所以一早已经订咗。咁无意外地呢出咗货之后呢之前上到200-300元嘅。我哋拆开嚟望下先。馅咧系劲逼嘅，同埋都好聚手成只嘢。因为以往眼镜厂俾人批斗或者俾人话嘅嘢就系佢系空心，好似 Xpress 咁样。佢上次嗰只蓝发嘅格比达系非常之轻嘅，哇，偷工减料。咁但系今次咧，哇，一开个箱。好大陣膠味，咁啊兩大抽，哎，今次比較特別就係竟然有個說明書，咁係咩嚟嘅咧？睇下先，1、2、3、4，哦，教點樣整嗰個。天使光环落个头嗰度，嗱咁个头咧本身就系咁嘅，咁啊一锁焦，咁睇翻佢嗰个说明书咧，应该就呢一格系可以拆到出嚟嘅，系啦，咁然之后咧就替换呢一个可以摆呢个天使光环嘅头发落去，咁啊由于锁焦咧。非常之重，咁一定要有呢个脚架咧，先可以固定得到嘅。咁呢只咧，以个价钱嚟计咧，基本上就真系冇得点输噶啦。咁系比上次蓝发比格比达咧，系更加出色。咁不过唯一估唔到就系佢仲有分呢、这个。天使光环版同埋普通超三版，咁同埋二个底三个纹理咧，反而新呢一只咧会更加多细节，咁呢个就好普通嘅一件底衫。咁但系以条裤嚟计咧，个层次感就一定系本身旧嗰只会更加靓。咁同埋對鞋呢就咁嘅。咁以個頭髮嚟計呢，向前少少先。咁舊嗰隻呢佢就做到個更加飄逸嘅效果啦。因為始終啱啱出場嘅時候呢，對布歐對肥布歐嘅時候呢係喺凌空度飛起咗。就啲头发系比较飘逸嘅，咁但系如果以价钱嚟计咧，新呢一只其实做得非常之不足嘅，咁而且旧嗰只嗰啲头发咧会有啲透明感啦，新嗰只就完全系实色嘅。龙主入面呢，我最喜欢就是超三悟空啦，同埋桃红。咁所以呢眼镜厂呢个系列我亦都系淨系留呢两隻嘅啫。咁当然啦，呢个系列呢其实本身都好抵玩嘅，隻隻都系100-多元嘅啫。咁而家呢隻超三悟空呢，如无意外应该信和同埋现时点都仲有现货可以买。亦都有啲朋友呢真系 touch wood 已经确咗诊，亦都去过啱啱讲嗰两个地方。咁所以大家咧冇咩必要咧，都唔好去嗰两个地方住啦，
始終就個傳播率同埋個潛伏期咧都比較強同比較耐，咁所以就為咗大家嘅健康着想啦，同埋為咗你屋企人着想啦，就暫時可能唔好去嗰啲地方。咁呢個咧就我細個嗰陣買嗰啲 Bandai 嘅玩具，咁有個係特別版嘅金色頭髮，咁可以見到咧。其實而家個位就係啲就係啲，好咁啊，可以見到而家嗰啲玩具咧，其實同以前咧都爭得幾遠嘅。分分鐘咧出呢啲玩具嘅時候咧，有啲朋友仔係未出世添。咁啊，條片咧就去到呢度啦。咁我哋下隻開箱咧。如無意外就會是 T 社的布洛尼啦，因為終於收到 Facebook 那邊即是個客服那邊覆返呢話出咗貨㗎啦，咁呢幾日就應該會有埋個訂單 number 同埋會到到貨嘅，咁希望可以快啲到手，因為人哋其實都玩咗大半年啦，就而家呢連個盒都未見過，咁我哋期待下一次開箱再拍片分享俾大家睇啦，我哋下條片見，拜拜。